欢迎来到幻游频道。大家可以看到呢，很久没有像这种比较文艺的这种拍摄现场啦、啊。那一样呢，今天就是没有什么特别的主题，就是来跟大家讲一讲，今天是五月三号，也就是在去年的五月三号呢，我发了第一支的影片，也就是雨林蝎的那支影片。那也很快的，这个频道呢过了一年，目前呢也累积了快要4000位的订阅者，那也是非常感谢有各位，就是现在在看影片的各位，让我可以呢有动力继续去做这个影片。那许多的企划呢，不管是更新更好的饲养场所，养更好的品种，在水族，在乌龟，甚至是能孵出更多可爱小乌龟，这个呢目前都有在规划跟努力持续的去进行中。那就是要请各位呢给我一点点的时间，让我去慢慢的完成每个想要做想要拍摄的影片。那也可以看到在这一年中呢，乌龟们呢也都越来越大只了，每只都有很明显的健康成长，那小叔也是快变成怪兽了。原本是想要在外面拍摄，可以看到没办法，地上全部都是屎啊，所以呢我等一下又来清理啦。好啦，那今天以上就是跟大家分享一下，而且非常感谢有各位的支持呢，让我可以把这个频道呢做了一年。那我也希望呢能持续以后每年都继续做下去，每年的今天呢都来跟大家聊聊天，讲讲话，讲讲这些年来对你们的感谢。好啦，以上就是频道设立一周年，然后来跟大家分享分享啦。那也不要忘记呢，小乌龟的命名呢，我会在今天晚一点的时候呢，开一个投票出来。那我会透过比较多人选的、比较多人提供的，然后大家觉得比较喜欢，我个人也喜欢的名字呢，都列几个出来，让大家去做投票。那每个人提的都非常的有创意，非常的可爱，实在是非常的开心，大家这么踊跃的去参加回应跟观看我的影片。短短几天，好几千的观看了，实在是非常的开心。所以因为有你们支持，我一定会继续努力的。我是九桃，我们下次见。